3月22号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由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中率领的代表团。王毅表示，去年12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，是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。中方愿同越方密切高层交往，深化治党治国理论经验交流互鉴，有效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，共同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。黎怀中表示，越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，推动越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。